明慧，你听我说，真的，今天晚上撤不开世界。你都放了我爸妈，还有闺蜜，他们好多次鸽子了。今天我已经答应了他们，一定会带你去。你现在又不跟我回去，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？我真的尽力了，我身不由己啊。你理解一下好吧？乖，那我现在真的时间不够了，我得回去了，好吗？那有什么咱们。 微信说，好。明慧，有什么咱们回去说。哎，你要干嘛？哎